因为这一团的团长是彭老师哦。他不能访问他自己，所以我代为访问一下。那请你先介绍一下团员跟曲目。我本来就要讲，你抢我麦克风，好奇怪。好，那我们的鼓手是李明翰。然后我们的钢琴手是陈怡真。林靖宇阿里，哦，看到你真的是眼睛为之一亮，哦，还在演。好，那因为现在这个要为大家先带来一首很有气质的歌哦，所以他现在要安静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起。
It's never entered my mind， 从来没有在我心里出现过这么美丽的声音。干嘛不要那么感动吗？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是我们怡真的创作，对不对？叫做 Orange Age。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会写这首歌？其实这本来只是彭老师的作业，然后叫这个歌名，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首，然后会叫这个可爱名字 Orange Age， 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一边吃橘子一边写，因为谱上都有那个维他命 C 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Orange Age。